集。来，开机。确实来弄错了，模式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救援车来啦！没有人敢把你当成好兵。大约是为了点化有人质。你忘记萧凌了？死心眼吗？是郑国大好儿郎。读剧本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读者一样。真的站到镜头前，我就是游戏，我就是游戏。看完剧本，非常跌宕起伏。一秒钟可以倾倒成故事。渐渐地把自己融入进去了。大家一起磨合了之后，会有很多的空间来发挥。待着，待着，这。走，快快快快！行，走。一出不一退。